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冠廷。他身上的家庭环境比较好，但蛮有意思，就是从他的他留下来的画像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风格啊，他的气质跟其他的音乐家有些许那么一点点的不同。那他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轻快高雅，他有比较技巧性的部分，那但是他又不会像是 Liszt 那种炫技的技巧。这次呢是要跟廖角涵老师合作孟德尔颂第一号双钢琴协奏曲是 E major 作品 O5。 他有一个姐姐是 Fanny Mendelssohn，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家，甚至说他也写了不少的作品。他们呢就常常也会弹双钢琴的作品音乐会。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其实是孟德尔颂为了他姐姐一起写的。这一次呢很高兴有机会跟廖角涵老师，他也算是我的学姐，一起合作这首作品，那也非常期待。